表姐，嗨，你现在在忙吗？还行。为什么一个巨星我自己在那边化妆，我就可以？那我现在可以跟你进行一个快问快答吗？请说。此时此刻，你脑海有没有完成拍摄之后最想做的一件事情？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穿这些靴子跟我男友约会，可是他在远方，对，但我很想穿他约会，因为我觉得冬天来讲就是好辣好酷。今天拍摄下来心情如何？怎么又这么舒服？也太厉害了吧！这辈子第一次穿及膝靴就给你们的，这个地球上没有一双我穿得下的及膝靴，就你们做出来了。因为世界上的及膝靴都是歧视任何腿粗的人，谢谢你们。那这次跟 NSTAR 联名是第几次？已经是第三次了。你最常穿哪一双自己的联名鞋出门？因为现在是秋天嘛，去年联名的靴子到现在还在穿，所以我目前最常穿等于是去年联名的秋冬靴子。那表姐这次联名的概念和主题是什么？我们有看到旁边的包包上面写的英文标语，这标语呢就是 It's legit， 很酷的意思。因为不能再只是说就是 It's cool It's cool， 然后这就太不酷了， you know。 那这一次我的理念呢是酷辣甜，希望每个女孩呢都能很酷，面对人生当中各种大事小事喜事悲事的话，你的心灵冷静呢，你才能最终自由，然后才可以做出最正确的决定，那我们才可以活得精彩。今天拍摄大概搭了多少套衣服？我也数不清嘞，就代表呢他们都非常的好搭配，可以融入在你秋冬的日常正式场合的穿搭都可以用到他们。那想带给大家在生活中什么样穿靴子的情境感？穿靴子 anytime 你知道吗？除了你去运动之外，其他 anytime 冬天的 fashion 永远不败，长的短的呢都有不同的韵味。那你觉得靴子在生活中是什么样的存在？我必须说我一直以来都很想要穿靴子，但是因为我本身就是腿太粗了，所以我这辈子没有任何一双长靴穿得下，所以它以前是不存在在我生命里面的。以后呢它就成为我秋冬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元素，就可以搭配裙子啊，然后裤子塞进去啊，就是短裤啊什么都觉得哦自己秋冬很时髦。那这次联名的鞋款有几双，然后几个颜色？这次联名呢总共三款，那三款有不同的颜色，所以呢你会不会陷入一个就是选色地狱？因为我们挑的颜色呢都绝对是大家最爱的颜色。那三款里面有没有哪一款是你最喜欢的？我个人最爱那个及膝的这个长靴，是因为我这辈子真的没有穿过这个及膝的靴子，以为我这辈子就跟这种靴子没缘分了，没有想到居然做出我穿得下的而且腿也很显瘦的这种及膝靴款，所以这呢是我私心目前最爱的一双。ANS 的鞋子呢，我交给他们做，我就非常的放心。靴子谁都会做，但是真的能做到这么舒服的呢，真的就是 ANS。你看这双靴子呢，你可能觉得哇，它就是没有什么。就是太特别之处，可是它里面穿进去，它里面的这个足弓的这个地方呢，它有做一个就是海绵东西来支撑你。那它前面呢，还有一个就是前脚的一个海绵，所以你走的时候呢，就软 Q 软 Q 软 Q。我穿过多少就是这种靴子，它里面就是我说过的棺材板，就是硬邦邦。跟你讲，走在十步路我腿就要废了，但它每走一步路，你感觉到它里面真的非常的 Q 弹，而且呢，它里面是不破内里。我就算有时候真的忘记穿袜子，就直接出门了，它里面也没有那种。就会杀死人的坑坑角角，你一脱鞋子，天到里面就是血流成河，它里面都做得非常非常舒适跟滑顺，这是我觉得他们家靴子呢最棒最棒的地方。那这个呢，看到及膝靴呢，我以前就曾经在店面上就是拿过别的牌子及膝靴，都非常之重，穿上去之后你就脚就是在举重一样。可是这一款靴子呢，却做得非常不可思议的轻，太厉害了。那旁边呢虽然都有扣子，不过呢你可以放心，懒人的旁边一定会配一个拉链，这个后面呢也有拉链哦。现在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粉丝说？我希望呢，就是你们在爱漂亮的同时呢，拜托你们一定要买到就是舒服的鞋子，脚就舒服嘛，所以你心情当然会舒服啊。真的，你只要穿到错的鞋子，心情就会很差，所以钱一定要花在就是让自己快乐跟舒服的东西上面。那同样呢，就是女孩们呢，一定要记得 it's legit， 做任何决定都要很酷哦。OK， 好，今天感谢丹妮表姐，更多联名的详细资讯可以看影片下方资讯栏，那也可以 follow NSTAR 的各大社群平台跟粉丝。今天谢谢丹妮表姐，辛苦了，谢谢你们，拜拜。